要放胡椒吗？不用放了，昨天放了，一会儿再放吧。我操！果真我捡的那个枯木头，就特别好烧，你想吗？哇！是不是太旺了一点点？不旺不旺。哇！还开始颠勺，哇！大师，平时在家里不能爆炒，在这儿非得爆炒一下。大师有点烫手，大师。可以了，我觉得差不多热了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OK。我把火拨一下，太大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是是是。来来来，帮我再照一下。这是我们搭的帐篷，这是我们的餐桌，我们的小车车。OK， 开吃。